木桌椅的随性摆设，直朴不花俏的布置，感觉呢可以把这个外套脱下来，然后直接就挂在旁边的架上，再随手拿出一本笔记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写作啦。在热闹非凡的东区啊，各间的咖啡店可以说是各有特色，而这一家呢，克利马咖啡，则是被视为是东区的经典老咖啡。招牌的康宝蓝咖啡虽然闻起来呢有着一番浓烈的苦酸味道，然而在入喉之后却是相当的顺口，高纯度的音乐加上高浓度的咖啡，也难怪很多人都说它是东区的经典咖啡名店。